抹，你会不会穿太多？没那么冷了吗？啊，现在刚刚寒流来临了吗？喂，好，各位贵宾，我们等一下还有市场巡礼的活动。市长先问一下，因为你之前有试出2024不排除要参选的这个想法嘛，但是现在陈水扁说其实2020才是你最好的时机，你已经错过，他说你2024应该就是应该你跟赖清德都没有机会。有啦，其实那这件事情我大概几个月前去高雄，我去找过阿扁总统了，我跟他也是很惊讶，他说你为什么不选？我说台湾今天要解决的，台湾需要的是明治维新的，不是义和团的。我说这种，我还跟他讲说哦，这种政治文化没有改变哦，谁来当总统都没有用。我还跟他讲很久，他说我说如果现在买票，你知道还可以影响选举，如果花大批的钱去控制媒体，还可以影响选举，那谁选不出什么好的总统？我说我们要改变的是台湾的政治文化。结果他跟我说。哎呀，2020不要改观哦，你这个政治文化2024也不能解决啊！我跟他讲说，你总是人应有梦想而伟大，你要让我试试看呢。但是他说，是两个桃园市长的战争，郑文灿对林静怡还降级。啊，不，现在看当然是这样，因为其实大概传统的，那如果以现在来看呢，台湾的这种打传统的选战，你知道哈？你看这个东西没有经验，那传统的选战，你知道还是要大批的金钱嘛，或者要政党的组织动员，特别那所谓的什么组织票的哈，所以如果以现在的状况来看是这样，但是我还是希望的哈，未来的四年内，知道台湾的政治文化可以剧烈的改变。所以你觉得2024会是变成郑文灿对上朱立伦这两个人吗？有没有，我跟你讲哦。我讲过嘛，我们就是每天认真做自己该做的事，时间到了再讲嘛，是这样的哦。做不一定会成功嘛，啊，不做一定不会成功。但你有没有很惊讶，不是赖清德，而是郑文灿？没有啦，我跟你讲哦，阿扁总统当然是，不，阿扁总统还是对政治很敏锐的，我觉得。但是这样的哦，我常常说历史是少数人创造的，我们。如果按照目前的状况，阿扁总统讲的是对的，但是大家少算一样，哪样？台湾政治文化是有可能被课桌改变的。所以2024你还是觉得你自己的机会是很大？没有啦，我跟你讲，我们就试试看嘛，我照我们的梦想去做。那你觉得这两个对选总统是你的梦想？选总统是你的梦想？不是，我跟你讲，我们要改变的是台湾的政治文化。外国哈，我跟你讲，像盖这栋大楼花4年的时间呢，那我要是没有连任，你连看都看不到。市长除了体育局啊，现在被爆出就官船局也有一些标案是跟意识公司有关系，就是卡神的公司，好像整个北市府都在养卡神。不能这样讲了，我跟你讲是这样的哦，如果他是一个公司嘛，你不要说他开一家公司，他做的每一个案子都是弊案，就嘛，因为也不需要这样的。我觉得这样的哦，我们就很务实的去检讨。其实我跟你讲哦，台北市政府是这样，公务员哦不至于做。犯法的事情，那不可能的。是啊，但是这样的哦，在这个流程图上有没有什么破洞啦、漏洞的？坦白讲，我认为以前是有，但是我们在过去几年当中嘛，逐一把这种行政上面的这种合法不合理的东西，其实我们做很多修改。所以我认为是这样的哦，第一，说很明显的不合法，不会的。它这种不合理的地方，其实也大部分都改的差不多了。像你昨天说明上分区亲民党，谈到不分区的部分，你说民众党的人比亲民党的强多了。没有啦，我们还是比较，我们还是开放政府、全民参与、公开透明嘛。其实我们的不分区还是比较多元，然后比较能够直接面向社会，还有最重要，我每次都最骄傲的，他们真的一大半以上是海选来的。那我觉得这个可以更。可以让整个民间的力量，你知道吗？不断地进入政府。我想这过去常常在讲什么接地气的问题呢？如果用我们的方法，你知道吗？怎么会有什么政府不接地气的问题？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挑出比较好的人，是因为我们比较有理想，愿意去尝试一个新的制度。但是刘友彤说，要极大化，感觉说第三势力要配票，要怎么配达得到吗？
没有啦，我跟你讲，以他的立场，当然他一定要这样讲嘛，这也没有错。我这个好。但配票怎么配票？要怎么配？那你要是问我的话，当然是全部投给民众党就好了。就不用配、啊。但是以他的立场，他当然是要那样讲嘛。所以你觉得不要配票比较好，是不是？这样会不会影响到第三势力的整合？我是这样的，还是那一句啊，每个人追求他的最大利益，合起来就是国家的最大利益，这还是我的信念的。韩国瑜的北部办公室说啊，年轻人不敢挺他，是因为不敢讲。没有啦，我跟你讲，这卖少年的还有什么话不敢讲？拜托，对吧？年轻人现在哦，现在的年轻人都很容易表达自己的意见。你要是说50岁以上哦，企业家，那我还相信的。你说那个年轻人不会啦，现在年轻人都很容易表达自己。那你知道年轻人应该有六都，但林佑昌说1+1+1=3，北北基要3个直辖市。没有啦，外购这个是严肃的题目啦，这个也不是这样随便随信才话给力的哦。其实我跟你讲哦，我相信当年在决定六都的时候，那时候的政见会一定有很完整的这个评估报告，好处又坏处，这才是我们台湾社会要去检讨。我们怎么去？我们常说哦，一个评估制度啊，优点缺点，就选出一个最烂的一个出来做，这才是我们台湾社会要去检讨的。可他的讲法又过于。那、啊、当然是不啦，我刚才在那道，不是这样单独回答的。整个台湾的国土规划其实绝对不是现在这个六度的，这才是我们要历史上去检讨。我们怎么会让国家去选出一个最烂的制度存在？这才是很奇怪的。那怎么看远？现在远航的争议，远航奖、艺术作品奖，然后那个韩国瑜的全家福出现在上面，你觉得这算是一个艺术作品？他得奖。市长远航的争议，市长远航的争议，远航的争议，市长远航的争议，张刚伟啊，现在好好帮我告诉张总，就是拿消费者的专户拿一些钱，这个东西应该是制度上一些问题。没有那个远航的问题哦，我想赖向联会出来说明的，我们大概有讨论过。我想不过是这样的，专业问题给最专业的人来回答最好。好，谢谢，谢谢你们，赶快那个。